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，欢迎收看我们《早安华尔街》。啊，今天我们忠贞哦，还没回来哦。那其实啊，他特别打个电话给我说，这一次到国外去啊，有很多很重要的讯息。那么回来啊，会跟大家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报告，请大家做一个好好的一个期待。啊，但是他不在，你看看哦，我们台股，你给他看，来到这边，昨天啊。下跌一点，所以说现在很多做指数的，我老实话做指数要怎样，我这里去走啊，这个盘到这里啊，我就跟你讲说指数的空间不会太大，那么重点来讲还是一个个别股表现格局。你看昨天那个指数上下齁真的说的没几点啦，但是在上下波规定的情况之下，很多个别股表现很精彩哦。重点是怎样，重点是你选到的股票要会涨，要会跌啊。重点是你选到的股票要有价差可以让你做啊。所以说，之前我们一直跟你讲说，我们怎么样来选标股？选标股一个就是业绩题材嘛。你来想今天的新高量啊，昨天的一个成交量，我们再给他看这里，来再照这个，有没有721亿？多嘛，现在就是拢600亿，拢700亿啊。那怎么办？调降证交税，量会不会大一点？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啦，也许可以，这我不晓得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成交量之下，你选的这个业绩啊，就很重要哦。你的业绩一定要很突出，你的获利一定要很突出哦。包括我讲的特殊题材，比如说有购病啦，有接到大订单啦，策略联盟啦，专利啦，这一些部分啊都要很突出。很突出怎么样，你就会等着赚钱啦。比如说之前我们一直跟你大家在讲的4703的洋华，你给他看啊，他的业绩营收一路在这边这样成长啊，观众朋友你去来看这里。所以今年啊，2月、3月、4月那个时候12块、13块、14块，我就一路在跟大家讲，讲有没有马上涨。我们双响炮团队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说我们不会今天跟你讲一档股票，明天又跟你讲一档股票，后天又讲一档股票，你根本啊，你就赚不到。我们跟你讲的股票就是怎样，扎扎实实，我们研究做这一家公司，它的基本面很好，总有一天它会发酵。结果你来看哈，来我们来看一下，你把它看它的 K 线了，你给它看哦。今年的我们在讲的时候，在这边有没有2月、3月、4月盘整之后赚？这个才是让你赚大钱的一个机会啊，观众朋友。你不是说我今天这个股票涨停板我就买你买，明天在这个股票涨停板我就买你买，你赚不到钱啦，观众朋友。我们今天来股票做不是为了要操作，是为了要赚钱，你要先把那个目的理清楚。那你要去想，你看这个股票这样一路，我们在这边讲一路一路一路按来 kick 啦，涨到这里叫这样叫做喝股票嘛，它一路横向盘整在这边嘛。你在低档这里有买，你在这边哦，轻彩的要那边呀？为什么轻彩的要那边？你随便怎么样，股价也不会跌下去啊。你赚多少，你买了，你把它卖掉，你买12块，你卖到50块，哎，这中间价差你的炸的也那跌呀？不是说我们选的股票一定让你怎么样，让你买得到，让你赚得到嘛？那昨天很多新股啊，最近大家很多喜欢讲那个新股，说哦，那新股多好都多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昨天呢，很多都跌停了，那怎么办？其实观众朋友你也不要去看那么短哦，一档股票它会跌停会有它的原因，涨多的跌也很合理啊。像我们的股票，我们近期在这边跟大家讲的，我们的股票不是只有会涨啦，也会跌啦。啊，会跌会怎么样？会跌你要知道啊。比如说之前我们跟你在讲这一档，我们盖牌的时候在这里，那你给他看啊，我们讲3537的宝达，
我们讲了之后，你给他看哦，五倍不？带会员进去买，12月6号买了之后马上攻涨停，然后呢，一路再涨，一路这样涨上来，看见没有？它涨上来之后啊，你给他看哦，你看它股价就这样涨上来。欸，你给他看哦，你如果连续给他算一点啊，这个红 K 棒12345678910连续涨了9根红棒，那昨天稍稍拉下来，你会去想怎么样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你给他看啊，昨天跌啊，那肚的一波啊，现在分析书后热的，我们刚来你讲啊，为什么不敢跟你讲？因为他不晓得人家这个背后的题材在哪里。但是呢，我要跟你讲的就是怎么样，孔教你要给他看哦。我跟你讲说，涨完了吗？涨完了没有？你要去了解是这样啊。如果说他已经涨完了，我们二话不说，全部就要给他卖掉。但是如果他没有涨完了，你给他看这个现形啊。你给他来要技术分析，你看它组成几个月的大底，组成多久的底部啊？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四个月、五个月、六个月、七个月，会长这样就结束吗？咱来股票市场当嘛，咱讲啊，这爱探波段，要做赚波段，你才会赚到那个波段的大行情。但是你啊，达刚很在意他每天的这样正正当当。你不可能会赚到大行情的啊，观众朋友，我来你讲的就是安尼啊，你就赚一点，你就赶快跑；赚一点点，你就赶快跑；赚一点点，你就赶快跑。结果到最后呢，你给他看，你真的没有赚到钱。所以说，像这样的股票涨了这样拉回来，不正是给你加码最好的机会吗？所以啊，我们之前啊，我已经跟你讲了，我每次我大概哪里来讲涨完了吗？会不会再涨？这个股票啊，你都要特别留意哦。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了一档股票啊，那个线啊，我今天可能没有再出来啊，但是我可以直接给大家看了、啊、这一档6215的和春。你看它涨这一波之后啊，我们从这边介入的17块，一路直接攻到多少？23块，23.5。那昨天呢？昨天的表现怎样？观众朋友，昨天的表现怎样？很强哦，直接拉一波，再拉一波，快攻到涨停板，差3档就涨停板。我在这边跟大家讲，会不会东山再起呀、啊？一只股票它在这边涨，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原因，哎，你也可能赚不到。它在这边在涨，你也可能啊不敢买。那如果在这边哦，观众朋友你给他注意哦，如果让他突破23.5这一个价位，来把它这边放大一点，哎，再放大放大，有看到啦吼，23.5这高点啦、啊。从技术分析的角度，你来管理嘛，大家要怎么样突破前高涨得快嘛？那从技术分析的角度说，1234第五波叫做什么？叫做邪恶的第五波嘛，想多还重点是啥？你不要随便乱去追啊！你要他知道他后面有什么利多啊？老师，我都看不到他的利多，所以你都赚不到嘛。那他有什么利多？如果说你错失过这，哎，他每一次涨这一波，你给他这一波涨了多少？涨了7块钱。这一波涨了多少？也是涨了7块钱跟8块钱。那这一波上去，如果再涨7块，涨才8块，你要不要赚？你赚得到赚不到？赚得到赚不到？你要知道它有什么利多了。那谁赚得到？这个才是重点。我一路底下来讲这个股票，谁赚得到？它有什么利多？你如果不知道它的利多，你也是赶快啦，赚两天、赚三天、赚一块、赚两块，你就赶快卖掉。哇、哦，老师哦，阿弥陀佛哦，因为安那，因为我有赚到伊的钱，啊，我都唔知伊虾米，你这样赚不到一个大波段了。所以说，它有什么利多，会不会东山再起？
你今仔日你就看得到，今天是12月11号。如果说你错失过之前赚起那种大波段的行情，你即卖想啊，我要来探一下大波段行情诶。但是要赚大波段行情，伊啊，你唔是无认真无努力，你就赚得到大波段行情哦。你咪讲我想要大波段就要赚大波段，你咪讲我来卖了我就赚得到，不是这样哦。你一定要知道有什么利多，专市场知影利多的人有几个，这个就是重点了。只有知道他利多的人啊，我直接讲，我当然嘛是知影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假拍谁又袂当讲，所以说你错失过前面的这一段，这一段，你想赚他大波段的，你一定要知道他有什么利多。你知道他有什么利多，你才可以赚到钱。那你如果说想赚，我之前我都没赚到，老师我赚的股票吼，拢赚的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一趴两趴，没有关系。这一档股票我们给你体验，你如果想体验一个大波段的，把握今天这个机会。那在这边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39太阳能热水器，全国唯一采用日本进口太阳能专用不锈钢，独家荣获国家发明创作贡献奖、国家发明奖、国家建筑金质奖，得奖最多，台湾销售第一。现在买政府有补助。太阳能一级棒39，它不只给你活力，也给我美丽。它不只给你活力，也给我体力。它是美国第一大品牌维他命。纯度高，配方最完整。美国第一大品牌维他命，来菜美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有福同享来了！第一项题材烧，热钱推升涨最快；第二项获利豪，波段操作赚最多。蔡老师、江老师双人服务，题材烧、获利豪，这两项帮您找涨最快、赚最多。请立即拨打有福同享专线02-2578-37772578-3777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。我是桃子，现在上MOMO购物网，今天全站85折，有质感的占便宜是一种时尚，快上MOMO购物网。忙碌、压力、容易便秘、腹泻、心表悲鸣、含活性乳酸菌，小肠内还是活菌，有效缓解便秘、腹泻、心表悲鸣。大胆，娘娘宽心，臣妾即刻换人来办，本宫就给你一炷香的时间。新安东京海上及时为您救驾，迅速抵达事故现场处理后续问题。麻烦您，新安东京海上就是比较好。安利一支元净水器，高密度活性炭过滤，结合紫外线杀菌，才能真正滤净。安利一支元，关心您。A leader is defined by the number of followers. When all have no other way but follow, the prominent status is clear. Introducing the new S-Class.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。必须观众朋友，你来在看我的电视节目啊，你看我们追踪一档股票都追踪好几年，我们追踪一档股票有时候追踪 一年两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对它的公司的业绩它怎么样变化你才知道，你知道这一家公司在做什么，你只要看到它的业绩你就知道它赚多少钱啊，你只要看它发布一个讯息你就知道哦，这公司要做啥啊。很多人这股票就是今天进一支，明天再进一支，跳来跳去，你真的赚得到钱吗？所以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讲过啊，这支股票我们跟你讲说怎么样，之前的代表作会不会东山再起，我就没有力了看啊，一模一样的啦，就是代号3498的阳城。
我们跟他讲之前的代表作，诶，老师，你有讲无啊？你是讲代表作是有影无影啦？因为很多观众朋友，你并没有长时间在看我们的节目，也许你那个时候还没有转到这里，你给他看啊。我们当初在跟大家讲的有没有3498的阳城？3498的阳城都是伫遮啊，拢赚一倍两倍呢。当然啦，我们讲的都是有买进的资料啦，哦。我们在分析的所有东西哈，不会随便跟你讲一下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之前一路有没有从低档这边一路讲到多少？高涨的口碑，哎，那时候7月16号哦，高涨的口碑7月16号，你把这个记起来呀？为什么要把这个时间记起来？你记起来才知道说啊。我们在讲之前代表做过啊，人这个公司人家真的很认真很努力去追踪啊，有没有专企牛在讲这个股票嘛？跟了我在这里，我们跟你讲说会不会东山再起，那有没有东山再起？11月26号涨停板，11月27号我们带会员券去加码，一加码马上就涨停板。孔耀明你去给他看了、啊，11月27号，我们在这里加码，一加码马上就涨停板。涨停板11月28号各属于涨停板，哎，你给他看哦，11月29号盘中再让你看到涨停板。哎，这一段指数并没有什么涨哦，涨完之后我们在11月29号，我们的演讲会场，我们还是把它写出去啊。重点关键不过老师已经起足这样呢。我们在讲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讲那还要怎样啊，我说还要涨，12月2号还要涨，12月3号背景是尾盘继续拉，12月4号再继续涨。你来看我们的股票12月，然后呢到12月4号我们跟你讲说怎么样，阳城再创历史新高价，上档无压，不必预设任何立场，手中持股续报，它的历史新高嘛，我做的呀，96块啊，你叫你看，你看这里啊，哎，我们跟你讲这一些呀、啊，都是有凭有据的啊，哎，全市场上谁可以把96.8块这一张图找出来啊？有看到了哈，老师创新高已经起足这样了，我们跟大家怎么讲？上档无压，不必预设任何立场啊。然后12月6号又个起涨停板，来到多少？102.5。然后呢，你给他看哈、哦，当初我们在讲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时候的外资那个投资对买这款股票用敲的啊，足惊买袂到的安尼啊。结果你给他看呐、啊，到12月9号开盘涨停，在这边震荡，我们跟他聊说什么强中之强。这一间公司你若去来看哦，其实你买到这样的公司哦，你如果说你若敢买这间公司哈、哦，哎，我们不仅带你赚这一段呢，赚到最高点这边下来，在这里跟你讲说会不会东山再起？你若不这公司你爱对他做，你要跟谁做？然后呢，12月10号昨天跌下来，涨完了吗？这个才是你要了解的、啊、老师还可以买吗？我不要来你说了啦。那也许很多人会跟你讲说啊，老师我要去一下这啊，那有没有在这里的股票啊？来看这边有没有在这里要起涨股票，基本面也很好，也符合你老师讲的选股的逻辑，选股的条件，业绩会大幅度成长。其实这种公司、哦、越来越少了，观众朋友你要知道说一档一档涨完的时候，这款公司吼、哦、撸来撸去，为什么会越来越少？因为很多股票，因为现在的股票市场已经来到8400多点，不是在低档了，所以很多股票都涨上来。所以你要去期待说有一档股票在低档，然后业绩要大幅度成长，又有比价的空间，哎，其实我来告诉你，你真的要好好把握、哦、那有没有这样的股票？其实有吼、哦，那这一档股票我们之前也讲过，来看这里，
代号4942的家章。这个股票在做啥？大尺寸面板的边框嘛 ，iPad 它里面的内功件。那你再看现在全市场上 iPad 卖得很好哦，它做金属机壳的有三家，有哪三家？F 凯盛，有可成，有宏准，这都在做机壳，在做 iPad 的机壳。这机壳有可能从宏准这边来，有可能从可成这边来，有可能从凯盛这边。哎，可成最近也很强哎，为什么很强？也是受惠到这个 iPad 的金属机壳嘛。那这三家金属机壳有三间，啊，在做这内构件的都要加一间，就是这家。你来看好清楚，就是4942的家章。那同时来讲，他除了做这个之外，只要是做大尺寸面板的边框，你来看一间公司哈，他跟他做的一模一样 ，F 以盛。那 F 以盛做的只是鸿海跟瑞轩的这个金属边框，哎，那这间拢做吼大间的哦，拢做啥？拢做大间的哦。其实啊，观众朋友，我们光弄一个资料给各位看了、啊，我们来看一个资料啊。你给他看 F 以盛的营收，他是怎么样一路衰退？有没有看到他是一路衰退？啊，高铁个作用哎。你再看他的一个获利啊，来，他赚多少？他到9月赚1.83，哦，这个是税前呐、啊。到6月是赚1.09，股价起到50几块。我把家章打给各位看，观众朋友你去来看，同样的一个配置嘛，这是赚7.3元，这个一比下去啊，高下立判呐、啊。然后呢，重点没有你看啥，没有你看伊的业绩，你给他看吼、哦，4942的家章。11月的营收9.49，创历史新高。在月月份会当创历史新高的公司有几间？还有一个更大的重点，我要跟大家讲的、啊，观众朋友们来看哦，一个最大的重点是什么？你给他看哦，这个是投信啊，投信从今年的1月开始，一路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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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从今年的1月开始一路买一路买一路买，几乎都没有什么买，一路在卖下去。好、哦，苏立来了，我讲一间吼、哦，迄投信一直买在买的公司呀、啊。但是你给他看吼、哦，这投信在卖的过程里面呐、啊，哎、欸，外资一直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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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要去想哦，投信卖光了没？投信卖光了没？你看这里呀、啊。你老眼睛，你赶紧去那累加出来哦！我跟你讲说，卖的差不多了啦。一家公司，它的筹码让投信一路卖卖卖卖了11个月，卖光了，那股价还这么强。然后呢，它的营收啊，观众朋友，你给他看哦。11月的营收创历史新高。你今天要从营收的角度来做介入，或者说啊，老师我可以和以盛去比价，也塞呗，你去比价看看，它现在的价钱多少？38.7。它的价钱多少？53.8。这比伊较好，高给比伊较俗，这个有道理吗？这我不晓得有没有道理，自己去比较了。或者说你要从 iPad 的角度，你去给他看哦，可成，哦，然后哎，凯盛，然后宏准，他们都是在做外购件，三间公司去分享他 iPad 的订单。那家章金属内购件唯一一家的公司，你说像这样啊，股价有没有在底部区？你给他看呢、啊？这股票有在底部无？然后呢，投信一路卖到手中无持股。嘿，你若想哪一间公司提一卖的吼？哎，这一路卖多少张？你知道吗？卖将近11000张啊！
所以说像这种投信把它卖光的公司啊，其实你只要会懂技术分析，从筹码面分析角度来看啊，这公司你看到了，那你再去想十一月营收可以创历史新高的公司有几家，可它大的重点，它的净值是在49块，账上现金23亿，所以我公共哎，我觉得说，其实现在盘面上啊，还有很多好的公司啊，还在底部开始要起涨，一间一间公司我们都会去把它挖掘出来。那全市场上也像我们这样对一家公司追踪过久，知道说哦，投信卖完啦、啊，你来想，如果投信还一直在卖。啊、你去你比你买刚好投信来你讲你就讲到这样黑暗行去，那现在投信卖光了，所以说这个是介入最好的一个机会点。当你看到它的营收大幅度成长，你看到它有这么多题材，任何一个题材发酵，这间公司都不得了。所以观众朋友，我底下讲这就是讲，其实你错失过我们阳城，你错失过我们很多股票，那么像代号4942的这种加仓啊，其实在这边我们没有鼓励到大家去买，但是你如果说哎老师也在底部啊，业绩创新高的，我们哪一个营收创新高至少心里也安心嘛，你就好好把握这个难逢的好机会。但是你自己去买你不知道啦，其实它有很多利多，我以后会一一跟你介绍。你今天想说啊，我们分析了这些股票，我们做事情的态度符合你说啊，含我咧做股票吼，会吓，你才来找我。如果说你要今天买一档涨停，明天买一档涨停，你不用来找我，我没有那股票。我们做的股票都是要赚波段，都是3成、5成、3倍、5倍的。你今天觉得我们的理念一样了，要加入我们行列，我们很欢迎你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远东商银荣获财富管理最佳潜力奖，推出台币定存1年1.5%，还有美金定存3个月1.2%。最厉害的是，现在新户申办网银还送好礼，最给力的财富管理银行远东商银。冰箱永远不够装，30电机 Smart Cube 科技将冰箱壁变得更薄，就像多了一台小冰箱。30电机大增量电冰箱，真正有分量。三菱电机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有福同享来了！第一项题材烧热钱推升涨最快，第二项获利豪波段操作赚最多。蔡老师、江老师双人服务，题材烧获利豪，这两项帮您找涨最快赚最多，请立即拨打有福同享专线02-2578-3777，2578-3777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。爸爸，没有烟味，我好喜欢哦。老公，谢谢你。乖孙，阿公为你戒烟哦。不吃烟，身体也较健康。这才是我的理想情人。无烟无爱，为了爱，二代戒烟，请洽0800-63-6363，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关心您。